隠してた感情が悲鳴を上げてる。来自台湾的 cosplayer， 我是肉感少女内高。大家好，我是甜食超人毛毛。这次很期待能和妹妹一起去参加新加坡的活动。那我们即将会在4月20日的时候参加 cosmo fua fua long metal cafe 的活动哦。期待能和在新加坡能和大家见面喽。拜拜。